成龙与吴绮莉私生女吴卓林与外籍女友 Andy 上个月底在加拿大结婚，更大方还秀出结婚证书。而在接受香港苹果专访谈到性向时，透露小学六年级就知道喜欢女生，曾试着交过一次男友，但全是做给妈妈看。根据香港苹果报道，吴卓林谈到出柜过程，他透露幼稚园就有女朋友，但当时还懵懂无知，直到六年级才真正发现自己喜欢男生，更坦诚出柜时为了接受自己曾面临许多难处，加上当时害怕媒体报道争议性话题，因此便会选择躲起来。对于妈妈吴绮莉曾说过女儿以前和男生拍拖，吴卓林坦言是投妈妈所好，以前曾委屈逼自己试过一次，但都是做给妈妈看，但也曾经带过女生回家，但妈妈却全然不知。至于妈妈是否接受老婆 Andy， 吴卓林表示她是个很传统的女人，因此比较难接受，像是传讯息时都说你和你朋友说，不会说你和你太太说，因此需要多给些时间让她接受。对于外界不看好两人婚姻，吴卓林则强调结婚非一时冲动，因为所有的事都已能心领神会，